林平海本堡的蔬菜工厂在当地磨焊铺设施破坏，强化冷锈账户的荷包。虽然平农业无明显的降雨量，不过白白水灾带来的冲击，本民众的警觉性提高了。差不多十公尺就拆完了。从什么时候开始拆的？昨天啊。昨天就开始拆了。对啊。总共拆了多长啊？216。台铁林边铁桥修复工厂配合防汛工作，拆开的施工的片刻，本河水顺利流通。这是严重有的可能 ，OK 啊，我来拆开都没问题啊。拆开因为堵到水了，对吧？另外一个地方是林边铁桥底下的清淤工作，主要清除的是上游冲下来的漂流膜。包括这下这啊，根本啊，那铁路很大的流来，一掉一掉就掉就死了，别掉的。根据气象局的资料，今晚的同天光日，许多云彩同外围环流的影响，屏东地区有太易发生，请乡亲要做好防台的准备。下加新闻，潘胜峰屏东报道。